我的关心到龙山方面的消息，这是中部龙会获得并成功拍出品牌的热带水蜜桃，今年再度来上市。三小班的班长林建兴就强调，甜度在12度以上。大细粒看起来真平均的水蜜桃，直接见到闻到香气。根据了解，嘉义县热带水蜜桃主要栽种在中部、番路和竹崎乡，其中以中部乡的宜林产桶最。中部农会今年再度向高雄采购水蜜桃，并以中部农会好心情品牌贩售。我的甜度拢差保持伫咧12至13度左右。啊，吃起来香甜口渴。目前各县市有栽种热带水蜜桃，但中部乡因为临近着北回归线经过，占地理之便，生产的水蜜桃同早采收上市。各农林更新表示，热带水蜜桃同适合栽种在有排水良好、坡度20度以上、海拔600到800公尺的丘陵地。中部乡栽种面积大约25公顷，品种以春蜜同栽，也因为栽种技术好，平均甜度高达12度以上，一点仔都无输给高山水蜜桃。三星空调红中部乡采访报道。